热，对，烧毒，一定要烧毒。这开始有点精神医院的感觉是吧？嗯，我做的时候你们注意一下手法，就微针啊，微针我感觉如果要自己用的话应该下不去手吧。对，下不去，自己可以给自己做也可以，感觉太疼了，敷点麻药嘛，敷点麻药就不痛，如果是说如果是不怕痛的话也可以不敷麻药。要破皮，有不敷麻药直接操作的呀，也有啊。现在脸上有感觉吗？没感觉。视频是什么？你是说那种感觉？又是从刚拿来的新的呀。公司的这些装备越来越齐了。嗯。我就不快了。那天是不是说这个麻药多少钱？800。哦，就是这个呀。好贵啊！对，麻药很贵的。并且你到外面买不到。不是，我本来是想拍那个推的，拍一个视频，但是他拍不了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他录制不了。然后我比如说再点久一点，他就显示无法录制视频。我之前在那个。再按久一点。在那个社交平台上面有看到别人拍这种照片，我一直以为是他脸血糊的这种颜色。嗯。空间不足了吗？人形，刚好。这个型号是吗？1809。M 勾1809。所以微针它用了焕肤是很好的。直接弄吧，那个碘伏擦了就把它擦掉了吗？碘伏消毒。对，就是消毒完之后要把它擦掉。对，这个是生理盐水，不然的话碘伏这个颜色太重了。对啊，我感觉白了都比以前要白一些。你多洗几次脸，你也白。不够。还有就是这个敷了麻药的，你的肌肤是属于麻醉的状态。真皮肤不注意。那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啊，冰姐？是啥感觉？这个就是麻药吗？我都比刚刚擦的是碘酒，你擦一下，你自己擦吧，手没消毒呢。我消完毒了，不擦了。嗯。就你去打针，那医生涂了那个碘伏以后，你不能再去摸。哦。视频还能看美颜吗？手机壳上去得看美颜。这手机壳很好看呀。嗯。明闭一下。嗯。那个 Aaron， 嗯，你到时候做几次 MTS？ 你怕？不要怕，你看我做了以后你就不用怕了。MTS 是。就是微针，哦，就是微针。我那个不是建议你做一下吗？嗯，你可以做一下。但是艾伦皮肤已经好了很多，但是还有还硬。要做就要是做的话，就坚持把它一次性做好。嗯，做一次停一次，做一次停一次，没效果。对，你前面做的几次你也摆着了，要做就做几次，把它一次性给它缓解一下，改善问题。其实看来这。哎呀，累的。把那个推过去一点，我们可以再站上去。它会影响它使用吗？它用微针应该不要用这个的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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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魔术手套掉地上。嗯。我这个手机自动美颜了，那你们两个手机像素怎么不一样？我问他，视频应该没有美颜吧？我就是不一样，你看。你们来看一下，你们两个手机的能量，越白越黑。你的手机太牛逼了，拍不到没关系，我们星期六还会再安排一次。就录着吧，到时候剪一下也行。但是我累的，那你过来拿。我才艺停一下吧，我给你拿，我给你拿，咱俩画画去。哈哈哈哈 OK。你也拍一下，因为你发社交媒体的话，可以用一些照片那些东西发上去。对，屏幕都挺好的。我要发个对比。